妍妍，还记得大一新生舞会的时候，你一袭白色连衣裙，让我一见钟情。当时我就发誓，追到这个女孩，然后用一辈子好好爱她，呵护她。你爱我的方式，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我从天台上掉下去。 既然把话撂开了，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你真的以为我相信你失忆了？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啊！你跟我装失忆，不就为了逼我把吞掉的钱吐出来吗？你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我找了温丽丽这么个傻白甜当替罪羊。所以现在的局势。 不是我求你，是你求我。明天我就辞职离开林氏了，到国外定居。温丽丽伪造签字，转移资产的事，我也会及时的向媒体公布。到时候林氏集团股票就会暴跌，就彻底玩完了。你爹挣的钱我几辈子都花不完，我好想老林总在时，可以亲眼看一看。 他苦心经营一辈子的临时集团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我搞垮的？小军，别给我嚷嚷！不过还好，我有个习惯，把人逼到绝境的时候给他留一线机会，更何况是对你。我可以留下来，但萧默必须走。 你要我离开？我现在只能这么做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林氏毁在马长俊的手里。是不是在你心中，林氏永远是第一位的？林氏是爸爸的心血，我一定要守护住他。只要你愿意，我现在就可以去解救他。你干什么？我不说你做危险的事情。我更不准你跟他在一起。 肖默，你被解雇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是我的保镖，我的任何事情都和你没关系。那我们的感情呢？ 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这一切都是你一厢情愿的。你再说一遍，我不爱你。 现在就走。
小莫，你快醒醒！小莫，我还没有答应你的表白，我也没有告诉你我多喜欢你，我不缺你死。我好像之前就喜欢你了，我对你说的那些都是骗你的。只要你现在醒了。 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没死啊！恭喜啊，肖哥，终于等到大嫂了！恭喜恭喜啊！你们也在骗我是不是？好啊，小莫，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？你再打我就真死了。对不起啊，没事吧？只是追尾，医生说轻伤，没事。那刚才医生签的字是……刚才。 刚才是肖哥康复出院的签字，大嫂你放心吧，肖哥身体好。既然你身体那么好，那我……哎，你干嘛去？刚才你说的话我可都听到了。我说什么了？你说你爱我。 这个指代表你被我预定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肖莫的女人了。哎呦，肖哥，原来你这么会呀！预定，那就是说可以反悔的喽。 我再盖个章，现在你没机会反悔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鸡皮疙瘩，明天看，明天长针眼。走吧走了，小哥，温柔点，温柔啊。关门。哎，好累。答应我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处，都让我陪在你身边，咱们一起面对。 You'll be safe and sound.
Rest your mind, 'cause I'd walk the fire.